怎么比法？三战定输赢，你以为如何？随便。你们谁先来？卑职先来领教。雨田。你怎么不用兵器？武功我以为多了不起，今日一见也不过尔尔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人竟然不见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人呢？精彩的还在后头呢。这是什么武功啊？快！等一下。快来人！是。姑娘，还看什么呢？看山人到底长得像谁？我爹。山人我孑然一身，可没他那么好福气。有你这么大的闺女，走吧，咱们有缘再见啊！哎，要不你们认个干亲？嗯，顶子，胡说什么呢？走。他不但长得像吴半仙，还会下象棋，连说话都一样，一口一个山人的，你们说巧不巧？哎呀，小家伙，人有相似，物有相同，哪有随便认亲的？这有什么不好？你和晶晶姐都是孤单一人，认了亲后，大家就多了个亲人，彼此相互照顾，两全其美。赵彪，是。
看你这回还有何花样！哎呀，你别光笑嘛，你这有象棋。我们俩下一盘，要是你输了的话，你就得听我的。哎，别动！这是什么棋啊？我怎么没有见过？我这个可以叫棋，也可以不叫棋。你这不是废话吗？输了等于没说。哎，怎么又是胜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哎，山人告诉你吧，这里边啊。有四枚上，四枚中，四枚下。嗯，钉子，嗯，你既然知道了，我们可以走吧。高大哥，再等我一刻钟，一刻钟就好，让我彻底弄明白。他呀，看见棋子就跟看到命似的。老先生，您能教教我这种棋该怎么下吗？你先看看前面，写着什么？哦。灵棋神算，不错。山人不是摆棋摊，而是帮人算命，为人指点迷津。你们这算什么武功？两军交战，只要能赢就好，管他是什么武功，用的全是卑劣手段，简直胜之不武。我们照能赢的方式赢，能活的方法去活。比武的目的在于取胜，谁又管你用什么手段？好。能赢就是好功夫。那好，我也让你尝尝我的一些手段。嗯，